經詳細考慮後，我會向18歲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發放1萬元，一方面鼓勵和帶動本地消費，另一方面舒緩市民的經濟壓力，預計措施可以惠及約700萬人，涉及約711億元開支，政府會在立法會撥款後盡快公布計劃的細節。更多精彩，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